这家医药公司涨近 4%， 股价创历史新高，市值超百事，直追英特尔。10月4日晚间，美股开盘，默沙东涨近 4%， 股价报 84.28 美元每股，总市值2120亿美元。 AI 财经社查询获悉，默沙东股价于近日创造历史新高的 84.34 美元每股，市值超过百事，跻身全球第45大上市公司。排在默沙东身前的则是2180亿美元的英特尔。默沙东将在未来几周内寻求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。受该消息影响，美股生物技术概念则多数下挫。马德纳跌逾 10%， 诺瓦瓦克斯医药 BioNTech 开盘跌超 8%， 和黄医药跌 3%， 百济神州跌逾 2%。